这次旅行，我们来到从沙漠拔地而起的城市杜拜。来杜拜当然要住帆船酒店，旁边的朱美拉酒店。杜拜的酒店总是走富丽堂皇的路线。饭店有自己的运河，可以坐小船在饭店四周移动。来杜拜除了住高档酒店，更重要的是出门花大钱。另外，我们还自驾到阿布达比游玩。这个驾车的不要玩了、啊。哦，乘风破浪。不要抬举我们，我也要。镜头不要动。阿布达比的法拉利主题公园拥有世界上最快的云霄飞车。阿布达比还有世界上造价最高的清真寺。杜拜还有最知名的杜拜塔。杜拜塔旁边有知名的音乐喷泉。神秘又奇特的杜拜，就等你亲自来体验。